到邻居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隔壁新搬来的一家人，个个力气都好大。哦，是吗？真的吗？嗯，他们搬家那天，我一直从窗口往外看，我看见那个爸爸一个人就轻轻松松地搬起了一张沙发，哇，真了不起！那个妈妈也非常有力气，单手就能拎起一辆自行车，哇，太有力气了！就连他们家的小姑娘也很厉害，自个儿就把一张木头小桌子搬进了屋子里，哇，真是神奇的一家人。不知道的生，不知道的话，还以为你说的是大象一家子呢。象先生、象太太和小象姑娘，是呀，是呀。你说他们会不会真的像是大象一家子，因为中了魔法，所以变成了人类的样子？哈哈，你真是一个爱幻想的小姑娘。爸爸，我觉得呀，要是我们的隔壁真的住着一大象一家子，那真的很不错呀，很不错，是呀。或者住着熊一家子，或者长颈鹿一家子，或者獾一家子，那一定很有趣，是，是呀，是呀。爸爸讲一个和动物，不是动和。爸爸讲一个和动物做邻居的小姑娘放的是故事吧，好不好？